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京圈太子爷豪掷千金娶了我，却在我怀孕后露出原形，逼我打胎，给他得了尿毒症的白月光换肾。我冷笑一个决定，让他后悔生不如死。得知怀孕的时候。 我刷到一条微博，哥哥为了救我，娶了不爱的女人，怎么办？我正感叹渣男太过炸裂，点进去，却发现博主是我的小姑子，而那个渣男是我的老公。我点进去看博主的头像，确实是老公的妹妹顾云生。顾少峰怎么可能不爱我？回忆起刚认识那天，我在饭局上被一个导演疯狂灌酒。 他甚至想用油腻的大手摸我，装什么清纯啊！这身子都不知道跟过多少人了。说完就想直接拉我去酒店的房间。是顾少峰，京圈里最雷厉风行的太子爷。他直接握住那导演的手，狠狠的掰断导演的手腕，然后踹了一脚。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对女演员动手动脚，嘴巴不干净！ 就别怪我让你从这个行业消失。之后，他开始对我展开追求。后来，他告诉我，他从小父母早逝，只有一个领养的妹妹和他相依为命。他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庭，而我从小父母离异，我同样有着对家庭的向往，所以才认识不到两个月就同意和他闪婚。我很爱他。 在得知他妹妹患有尿毒症，需要换肾，还主动提出配型。原来一切都是他在演戏。难怪那天我答应捐肾的时候，他异常高兴。可是他一个京圈太子爷，想要给养妹换肾，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呢？甚至搭上了自己的婚姻。如今我怀孕了，他会不会改变主意？我想找他问个清楚。 正要敲门，却听见他不屑地对顾云生说：“我怎么会爱上他呢？一个戏子能配得上我？那你还跟沈为领证？”我的心口一紧，这场婚姻果然是个骗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吗？小没良心的！顾少峰摸了摸顾云生的头，又捏了捏他的鼻子。你的血型特殊，这么多年。 只找到他跟你的配型成功，不领证的话，怎么成为名正言顺的一家人？他哪有那么容易捐肾？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做戏而已，何必真的和我结婚呢？原来是怕我不肯捐肾，想用家人这个关系对我道德绑架。我右手紧紧握住拳头，牙齿重重的咬住，不让自己发出一声抽气。 但是眼泪早已不听话的从眼里奔腾而下，那你日久生情怎么办？要是这样，我宁愿病死了，也不要你出卖自己。顾云生撅了撅嘴，我要的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肾。放心，哥哥会救活你的。顾云生不依不饶，紧紧攥着他的手。哥哥，如果我和他在手术时同时发生意外，你会救谁？ 我耳边贴近房门，生怕自己听错一个字。此时心里仍抱有一丝希望。然而他沉默了片刻，轻声的说：“老婆可以再找，但是妹妹只有一个，当然是你了。”虽然早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是真正听到的时候，心一顿刺痛，像活生生被人拿刀剪成碎片。“哥哥，今晚别走好吗？” 我想到你和他睡在一张床上，我的身体就更难受了。接着，顾云生紧紧地抱着顾少峰，将自己严丝合缝地贴在他的背上。虽然已经猜到他们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不单纯，但是亲眼见到还是不免感到震惊。哥哥，你要了我吧，我们是兄妹。顾少峰隐忍地开口，转身却把他抱到怀里。 但我们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如果不是因为顾及名声，今天和你领证的人是我才对。顾云生泪眼婆娑，看上去让人想要怜惜。顾少峰轻轻吻着他的额头、唇角、锁骨，用充满情欲的嗓音哄着顾云生：“乖。”后面的话我没有再听下去了。这对兄妹的肮脏关系令人作呕。 回到房间，我自虐般继续翻顾云生微博。我越往下翻，心就越凉。配图：一双熟悉的骨节分明的手端着瓷碗，里面是冒着热气的参鸡汤。顾云生的配文：他为我熬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汤，我努力了还是喝不完，最后让他带回去公司。他加班太辛苦了。 上面的日期就是顾少峰给我送汤的那天。原来我以为的爱心补汤是别人喝剩下的。想起那日的汤，我不禁觉得想吐。他听说山上的灵隐寺很灵，一大早就上山为我请平安符，希望我长命百岁。配图是一张他带着平安符的照片，日期也是送我平安符的那天。原来他去山上。 不是为了我，顾云生的平安符的跟我不一样，他的看上去格外精致，而我应该是赠品。我居然还傻傻的把它当成宝贝，一直带在身边。想起上次拍戏带着它，不小心掉到了水里，我急得在水里捞了整整一晚才找到，接着发高烧了一周，但还是觉得很庆幸，因为能失而复得。 我的心里就像被一根根针扎了一样，是很密集、很刺骨的痛。但那不是因为顾少峰，而是为我自己。我翻到了最近一条，是他跟我求婚的那天，随口提了句想看烟花，没想到他真的包下整座山头，为我放了一整晚的烟花。配图是九宫格的烟花照片，中间那张的烟花是爱心。F. 我一直以为那是顾少峰和沈维，原来是顾少峰和云生。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女人如果太爱某个男人，就会在他背叛自己的时候，疯狂为他找理由，并且绞尽脑汁寻找他过去爱自己的证据，以此来说服自己不要相信所见的一切。然而，我发现连过去的那些所谓爱我的证据。 居然也是假的，哥哥骗婚，养妹之三当三，而且兄妹背地里还有一段不可言说的骨科恋情。你们兄妹真是个好样的，把我耍得团团转。我的胸口好似被水泥封住，一时无法呼吸。在绝望中出现上帝给的糖，却被恶魔裹了砒霜。 怪不得他领证后一直没决定举办婚礼的日期，原本就只是利用我而已，何必做那么全？我打开微博小号，发了一张肾脏配型成功说明，配文希望能帮到他的妹妹，希望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到时候网友知道了，我为他妹妹捐肾，而他却背着我出轨。 该是多么精彩的一场京圈风雨！这时，顾少峰蹑手蹑脚的回到房间，动作轻缓的躺回我身边。他身上似乎还带着顾云生的香水味。我假装翻了个身，把自己背对着他，硬生生把想吐的感觉憋回去。既然你们想要我的肾，那我偏不给。而这个孩子，我也不打算要。 我要让顾少峰知道，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也想让顾少峰尝尝被践踏真心是一种什么滋味。第二天，顾少峰的兄弟们听说顾云生出院了，都到家里看他，还留下一起吃饭。顾少峰娴熟的帮顾云生盛汤、布菜。顾云生看了一眼生煎包。 顾少峰就认命般的用筷子把皮戳破，把馅夹到自己碗里，然后包子皮夹给他妹妹，接着又吃了一口顾云生咬过丢在他碗里的山药。他的兄弟习以为常，似乎已经见过了百八十次。虽然是兄妹关系，但是情侣行为。顾云生有些得意的跟我笑道：“沈维姐，我从小体弱多病。” 我哥照顾我照顾习惯了，什么事都不让我做，也不放心别人做，他太宠我了。你不会吃醋吧？被点到名的我表面上毫不介意，但是我比起嫉妒更多的是恶心。我感觉自己不论是在顾家还是在他的朋友面前，都像个局外人。也对，这场婚姻本身就是演给我看的陷阱而已。 是啊，嫂子，峰哥从小就是个妹控，你别介意。他们兄妹儿是一起睡的时候，嫂子还没出现呢。别说，如果是陌生人，还真以为峰哥和云云是夫妻呢。顾少峰眉头微皱，拿起旁边的勺子就朝他兄弟丢了过去。说什么呢？嘿嘿，开个玩笑。然而他拿的是我的勺子。 我默默弯下腰，掀开盖住双腿的桌布，却看到顾云生的脚轻轻地蹭着顾少峰的腿。他们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在桌布下调情！他们喜欢这种刺激是吧？我快速起来，假装没看见。顾少峰体贴地问我：“怎么了？”我朝他露出以往温柔的微笑：“没事，就是勺子掉了。”他拍拍我的肩膀。 轻声说：“这点小事让阿姨做就好。”我让家政阿姨帮我拿了一个新的勺子。顾云生切了一声，不满顾少峰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捡起来就好了，还拿什么新的？可是捡起来也是脏的，就算擦了还是有痕迹。我不喜欢用脏东西，不仅是勺子，人也是。” 顾云生在顾少峰看不到的时候，无声的翻了个白眼，不巧被我看到了。我看向他的脖子，关心的问：“云云，你的脖子怎么了？感觉像草莓印。”一句话令所有人好奇，好奇的将目光都投射在他脖子上。李昊天睁大了眼睛：“靠，云云，你整天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家，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 哇塞，哪个男的能把云云拿下？居然敢给云云种这么深的草莓，峰哥不得把他的狗腿打断，对吧，峰哥？顾少峰脸色有些不自然，不情不愿，嗯了一声。顾云生赶紧把头发拨到前面，欲盖弥彰。你们看错了，这是蚊子咬的。我又挠了一下，就这样了。我还没谈过恋爱呢，别胡说。 我故作相信，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在房间藏了个男人呢。顾云生眼神闪烁，磕磕巴巴地说：“那哪有？我这病有什么资格谈恋爱？别耽误人家。”顾云生说完，装作一副伤感的样子，低下了头。顾少峰连忙安慰他：“顾家小公主要是没资格，谁有资格？” 李浩天连声赞同：“就是就是，咱们嫂子的肾不是跟你配型成功了吗？到时候一定会治愈的。我们小公主康复后，别说谈一个，谈一百个都不在话下。”众人听到他这耍宝的话后，都被逗笑了，除了顾少峰。也对他怎么希望看到妹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呢？ 这么多年的相处，恐怕他早就把顾云生当做他的所有物了吧？李昊天又开口问他：“那云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到时候说不定我可以帮你物色一下。”顾云生若有所思的用手托着腮：“我喜欢比我高一个头，有八块腹肌的，眼睛是内双的，鼻子高高的，穿西装有型的。这感觉在描述某个人啊。” 云云妹妹，你该不会有暗恋对象吧？听你这描述，这人好像在哪见过。我看着他们猜来猜去，不免感到好笑。顾云生就差把“顾少峰”这三个字说出来了。我装作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看了一眼顾云生和顾少峰，饶有趣味地问：“原来云云喜欢自己的哥哥，骨科呀？”话音刚落。 顾云生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没了刚刚的得意自在。这时，顾少峰手里的酒杯掉落到地上，哐当摔了个粉碎。沈维，你胡说八道什么？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他突然走向我，推了我一把，开始先发制人。顾少峰也冷漠地看着我，其他人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气氛冰冷到了极点。 我淡笑着说：“开个玩笑而已嘛，你怎么反应这么大？”顾云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干脆看向顾少峰。顾少峰脸色有些难看，但是依旧保持镇定，对顾云生说：“怎么跟嫂子说话的？没礼貌。”此时此刻，顾少峰和顾云生估计都以为被我发现了什么吧，他们会在想。 我会不会在外人面前说漏嘴？这桩豪门丑闻该不会是从我这爆出来的吧？而另一些人，顾少峰的朋友们也一脸八卦的看着我。我优雅的抿了一口酒，缓缓开口：“就是最近在拍一部伪骨科的电视剧，叫《白色生死恋》，所以一下子就联想到云云和他哥身上了。你们也知道，我是个演员。” 想象力比较丰富嘛，刚刚都是我乱说的，你们可千万不要乱想哦。电视剧是电视剧，生活是生活，现实中哪有那么多畸形的爱？李昊天豁然开朗，夹了块牛肉放到嘴里，含糊的说：“我就说嘛，云云最多就有点恋歌情节，骨科倒不至于。”顾少峰冷冷的扫了他一眼。 这还不如不解释呢！啊，对对对，顾家是什么家庭？怎么可能出现兄妹畸恋这种乱伦戏码？就是你们也别怪嫂子了，演员想象力确实比较发散。然后又有人悄咪咪的说：“其实嫂子没说骨科之前，我就觉得有点像峰哥，但我没敢说。”你闭嘴吧你！你还说，其实也不算骨科。 云云以前不是还姓张？身为演员，我知道怎么演才让他们觉得我是无心之失。我转过身，拍拍顾云生的手，一脸抱歉地对他说：“云云，刚刚我说话急，让大家误会了。其实我脑子里都是剧本跟剧情，你可别介意啊。”顾云生心里恨不得让我滚出顾云生家。 不过，在顾少峰的注视下，他还是挤出一丝笑容。是我刚刚反应太激动了，我也有错，错了吗？恐怕他真实想法不是这样吧。不过没关系，这才只是开始而已。离给顾云生捐肾的日期越来越近了，但是我检查出了轻微肾炎，需要康复后才能做手术。顾少峰知道后变得更加紧张，我。 整天守在我的身边，像极了二十四孝老公。其实我知道，他不过是担心顾云生的身体坚持不了那么久罢了。不过我并没有生病，只是拜托在医院上班的闺蜜陈莹莹，让她帮我弄了份假的体检报告，同时拜托她帮我开点药，让我吃完后更像生病，这样才能更好的把戏做足，才能骗过顾少峰。 看着他急得团团转，估计心里很不好受吧。我躺在床上，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老婆，我特意为你熬的粥，你趁热吃了吧。顾少峰端起碗，坐在床沿，舀了一勺粥，在嘴边轻轻吹了一下，送到我的嘴边。眼里的担心让人看不出半分虚假的成分。如果是以前，我真的会感动。 除了家人，他是第一个为我吃饭的人。可是现在，我只觉得这碗粥掺杂了虚伪和背叛。他或许更应该去当演员。粥的味道越来越近，往我鼻子里窜涌。我突然觉得胃里翻江倒海，飞快跑到浴室，抱着马桶吐了起来。怎么了？胃不舒服？要不请家庭医生过来看看？ 顾少峰追了进来，拍了拍我的背，关心的问：“没事，就是昨天吃了冰的，胃有点不舒服。”顾少峰给我递了杯水漱口，然后将我抱回到床上，帮我把被子盖好，低下头吻了吻我的嘴唇：“好好休息，一会想吃了我再帮你热。”谢谢老公，睡吧，我在这里陪你。 但是他刚说完这句话，手机就震动了。我认的那个头像是顾云生，老婆，我有个电话会议要忙，一会再来陪你。何必呢？如果和顾云生清清白白，只是家人的关系，为什么要骗我说是工作的事情？他出去之后，我偷偷的跟在他后面，果然又进了顾云生的房间。哥哥。 你最近对沈维未免太关心了点，你是不是真的爱上他？见他不回答，他又问：“你说呀，你是不是真的爱上那个女人？”顾云生双手捶着顾少峰的胸口，气急败坏地看着他：“别闹了！”顾少峰抓住他的手，把他抱在怀里，安抚道：“我只是担心他身体不好，影响了你的手术，你别想太多。” 我不相信，除非你要了我。顾少峰一怔，把他从自己的怀里拉开。顾云生见他这副犹豫的样子，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到地上。为什么？为什么你每次都不肯做到最后？云云，我们是兄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我们在一个户口本。那你亲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是兄妹？你抱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是兄妹？ 你就是过不了心里的那关，你走，你走，去找那个女人好了，别这样，云云，你是我最亲的人，也是我最爱的人。顾少峰抬起手给他擦了擦眼泪，吻了吻他的额头。我不想再偷听这对见不得人的兄妹虐恋，生怕自己下一秒再度被恶心的想吐。或许是因为肚子的宝宝也感受到了。 我恶心的感觉前所未有的强烈，抱着马桶吐了半天，差点把胆汁都吐出来。第二天，我强撑着身体去拍戏。顾少峰不放心，说要陪我去片场。老公，真的不用了，你还是去上班吧。没关系，公司的事没有你重要。在车上，我故意装作想到了什么，试探着问他：“老公。” 你喜欢小孩吗？喜欢呐、啊，我最喜欢小孩子了。如果我说我怀孕了，你还会让我去捐肾吗？顾少峰猛地握住我的手，不敢相信的问我：“你真的怀孕了？”我看着他的双眼，孩子和妹妹，你会选择谁呢？妊娠不能捐肾，所以他只能二选一。接着，顾少峰抿了抿唇，思考了良久，老婆。 这个孩子不能要，我好像听到心里有一个碎掉了的声音。虽然早就已经猜到，但还是会忍不住抱有幻想。我真是傻，老婆，云云的身体不能拖，我们还年轻，孩子以后还能再要。我以后可能会有很多个孩子，但妹妹只有一个。我突然扑哧一笑，对她说：“骗你的，我没有怀孕。” 顾少峰不确定的盯着我：“真的吗？你刚刚我只是想到最近剧组里的小演员，觉得他很可爱。如果自己的孩子以后也这么可爱就好了。我给你看看他的照片，诺，是不是长得很可爱，很好看？”顾少峰也淡淡一笑，舒了一口气：“那就好，老婆，以后我们会有孩子的，他一定。” 也会很好看的，我点点头，然后转过头看着车窗，让风吹干眼眶里即将掉落的泪水。此时不知道是肚子里的宝宝听到了，在抗议。我的小腹暗暗传来一阵密集的绞痛。笨蛋，早就知道答案了，不是吗？半路上，顾少峰接到了顾云生的电话。好，好，好，你别做傻事，我现在过去。 顾少峰让司机靠边停车，然后转头跟我说：“老婆，云云病情恶化，现在在医院，你自己打车去剧组吧，我要赶过去看他。恶化，昨晚不是还力气挺大，声音挺洪亮的吗？”我忍着肚子的疼痛问他：“现在就得过去？”对不起，老婆，如果我不让你过去呢？ 你没看出来我也不舒服吗？你是不是生理期来了？回去喝点热水，别闹！你该不会连我妹妹的醋也要吃吧？顾少峰说完就解开我的安全带，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地帮我打开车门。明明就不到一公里的距离，都不肯送我过去。顾少峰，你可真狠！我忍着痛，保持从容优雅地下了车。 不让自己在他面前落下一滴眼泪，不仅身体，我感觉我的心也痛到无法呼吸。如果他真的爱我，就会察觉我的脸色不对，而不是把我放到大马路上不管。此刻我连站着都觉得痛苦万千。我摸了摸小腹，无声地对宝宝说：“对不起，很快就能结束了，很快就不会让你这么痛苦了。” 我跟剧组请了假，接着打了一辆车，跟着他后面。我一路跟着他来到医院的病房，门没关上，我站在门外，脚步就像灌了铅，不敢前进一步。云云，你怎么样？哥哥，你来了。顾云生抱住他，脸上画着妖艳的妆容，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你不是说你难受？哥哥。 我害怕，我害怕手术失败，再也醒不来了。我不想留遗憾。说完，他踮起脚尖，吻着顾少峰的嘴唇。云云，这是在医院。嗯，哥哥，你也想要我的，对吗？而且医院不是更刺激吗？顾少峰再也忍不住，反客为主，吻住了他。两人双双倒在床上。 此刻的我没有空再去悲伤，因为顾少峰已经将我的爱意消耗殆尽。我拿起手机，将他们刚刚的行为都录像了下来，然后转身离开。我回到顾家，在通讯录找到圈内最有名的狗仔，用刚买的虚拟手机卡插上手机，将刚刚拍到的视频发给了他。 京圈太子爷和京圈小公主的不伦之恋，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但名义上可是兄妹。哥哥出轨，妹妹是小三，想必会在京圈引起一阵不小的谈论。我打开微博，看到顾云生的小号又更新了。我终于成为他的女人了。配图是一张男人睡颜的侧脸，虽然模糊了人脸。 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出来，就是顾少峰，肚子猛然抽痛了一下，看来宝宝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爸爸呢。我刚想关掉手机，他却又更新了一条，装病好麻烦哦。他只要了我一次，说不能让我太劳累。装病，他意思是他这次住院是装的，还是他的肾根本没有病？我来到顾云生的房间。 从他的抽屉里找到他的病历，诊断结果为轻微肾炎。难道他让医生帮他伪造病历？我把病历拍了下来，然后让刚好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闺蜜陈莹莹帮查一下顾云生这些年在医院的诊断记录。几个小时后，闺蜜就发来了顾云生的病历。他三年前开始患上肾炎，但是很快就治好了。 可他却继续装病，并且越装越严重，甚至到了要换肾的地步。他应该很享受顾少峰紧张他、照顾他的样子吧？但是这不是他明明是健康的身体却夺走别人健康器官的理由。或许在他的眼里，别人的生命安全一点也不重要。我让陈莹莹帮我把病历打印出来。 我准备送他们兄妹一份大礼。顾少峰不是想要我的肾吗？很快，圈内第一狗仔就将视频发到各大舆论网上，一下子占据热搜前列。京圈太子爷顾少峰婚内出轨，对象竟是豪门畸形三角恋，小姑子知三当三。京圈大佬顾少峰激战重症病人。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底下吃瓜网友激情上线，你们有钱人真会玩，居然玩骨科！可怜沈巍，我还挺喜欢他的戏的，没想到被自己的小姑子挖墙角了，哭哭。虽然听说妹妹不是亲生的，但是从小看着长大的妹妹，怎么下得了手啊？而且顾少峰都结婚了耶！ 渣男，恶心！我翻开着网友的评论，不禁感叹他们的言辞犀利，简直成了我的嘴替。我正看着评论，这时顾云生突然闯进了我的房间。“你都看到了吧？”我冷笑一声，然后放下手机，站起来看着他。应该说，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吧？顾云生拉开自己的拉链，指着锁骨的吻痕。 没错，我昨晚就是和哥哥在一起。明明是我先遇到他的，我们才是相爱的，你才是那个小三。我看到他的锁骨上面那抹深红，刺痛了我的眼。想起和顾少峰在一起的时候，每次情到深处，他也最爱吻住我的锁骨。可是曾经的缠绵，如今却让我厌恶不已。顾云生有些得意的指着草莓印。 男人的身体是最诚实的，他心里爱的人是我。你一个十八线小明星，真以为能进得了我家的门？还不是因为你那颗跟我匹配成功的肾？别痴心妄想，我哥会爱上你。他真是又傻又坏。大多数男人对送上门的女人，只要长得不太丑，都是本着不睡白不睡的态度。 然而，他们大都并不会真的负责。女人就像一本书，男人们往往只想翻它，而不想买它。我不冷不热地说：“他爱不爱我都没关系，只要我一天不跟他离婚，我就一天还是你的嫂子。说不定以后我们还会补办婚礼，到时候可以邀请你来当伴娘。”接着我又补充道：“对了，要是哪一天我和你哥离婚了。” 你也别太高兴，因为你和你哥在一个户口本，不能领证哦。就算是收养的妹妹，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这血亲也是血亲，在法律上是禁止通婚的。而且谁不知你们是兄妹，哥哥娶妹妹，以后怎么在京圈混？看来这辈子注定要偷偷摸摸的哦。顾云生恼羞成怒，扬起手准备打我。 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住手！顾少峰不知什么时候出现，过来把他拉开。哥，你放开我！顾云生怒目圆睁地看着我。你先出去，我和你嫂子有话要说。顾云生听完跺了跺脚，出去时把房门重重的一关。顾少峰走近，伸出手想要抱我。老婆，我可以解释，你别过来。 我嫌脏，我后退了一步，看着他。事到如今，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是故意接近我？你根本不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顾云生换肾。顾少峰慌了，带着歉意说：“老婆，我是真的爱你。我一开始跟你在一起，确实是因为你跟云云的肾匹配。” 但是后来，我真的爱上了你。他说着说着，竟然落下一滴泪。你那天被导演调戏，当时我就在想，这么单纯的女孩子，我一定不能让她被玷污。我在后来的相处中，真的渐渐被你吸引。我喜欢你明明怕高，却一脸淡定的吊威亚时的敬业。我喜欢你明明不善交际，却尽力参加社交。 只为了得到试镜机会的事业心，我喜欢你。明明怕疼，却愿意为了我帮云云配型做各种检查。或许我比我以为的更早爱上你。顾少峰眼神深情地看着我，对我表白。不过我早就放弃他了。我用嘲讽的眼神看着他，淡淡道：“爱我？”那昨天跟顾云生滚床单的是谁？ 你要不把你脖子的草莓遮一遮，再跟我说这样的话，你骗我可以，别把自己也骗了。顾少峰有些不知所措，狠狠的打了自己一巴掌。他问我：“老婆，我错了，我那是鬼迷心窍，一时糊涂。你要怎样才相信我真的爱你？怎么样才肯原谅我？”我冷笑一声，定定的看着他。 如果你同意我拒绝给顾云生捐肾，我就相信你，怎么样？顾少峰脸色一变，紧抿了抿薄唇，犹豫了神久，他缓缓地开口：“对不起，她是我妹妹，我没办法看着她死。她的选择一直都是顾云生，我何必多此一举呢？”我转身去抽屉拿出一份文件，丢到他的脸上。 顾少峰接住一看，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离婚协议书，你要跟我离婚？没错，内容我已经找律师拟好了。放心，该要的我一分都不会让，多给的我一分也不会收。赶紧签字吧。”顾少峰握住我的手，像个孩子似的求我：“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我面无表情地把他的手从我手上抽开，冷冷地说：“如果你不签，那我就不做手术。你凭什么以为我会给一个小三捐肾？反正你自己不是说妹妹只有一个，离了婚又有什么关系？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顾少峰阴哑着嗓音求我。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颓败感。没有。 如果你不同意，那就法庭上见。顾少峰沉默了半晌，终于点头同意。剩下的事我会交给律师处理。你放心，我做手术那天会通知你的。毕竟我还要你亲眼见证自己是怎么杀死自己的孩子的。手术的那天，顾少峰一直没接电话。我点开顾云生的小号，发现他又更新了。 我今天突然好想吃奶油蛋糕，哥哥说要自己帮我做，嘻嘻。我登录自己的账号，发了一张轻宫手术同意书，配文：宝宝，对不起，希望你下次找个幸福的家庭再投胎。我算了一下时间，东西差不多也该送到顾少峰手上了。另一边，顾少峰收到一个急件。 他以为是公司有什么重要文件，连忙打开，然后看到的是顾云生的病历和体检报告。顾少峰手紧紧地攥着文件，手臂上的青筋暴起。这时，家里的座机响了，家政阿姨跑过去接：“太太今天做手术，现在在医院。”顾少峰听完，连鞋子都没换，接着拿着车钥匙跑出去。哥哥。 你要去哪呀？不是说给我做蛋糕吗？顾云生跟了出来，不明所以的问他。顾少峰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咬牙切齿的说：“我回来再找你算账。”顾少峰来到医院的时候，我已经在做手术了。人呢？陈莹莹看着穿着拖鞋的顾少峰，不想搭理，但还是回了他。他已经进去一会儿了。 顾少峰全身血液倒灌，他不想沈维无辜失去一个肾。医生，求求你，不要再继续了！顾少峰发疯了似的在手术室门口拍门，但是却没有人理他。他痛恨自己没有早一点发现，没有早一点阻止。顾少峰想到沈维那么怕痛的一个人，现在一个人在里面做手术，该有多害怕！ 如果他在手术时出现什么意外怎么办？他越想越难受，然后那拳头狠狠像砸了医院的墙壁，直到手上出现了血液。他仿佛想用这种方式惩罚自己。陈莹莹冷眼看着他，觉得这种表演型人格真的太颠了。还好自己闺蜜和他离婚。喂，你能不能冷静一点？这里是医院，你这样发疯。 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这时手术结束了，我被护士推了出来。老婆，你没事吧？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发现云云的病是假的。我对不起你，让你白白取了一个肾。我看着脸上满是眼泪、头发乱糟糟的顾少峰，觉得可笑极了。迟来的深情比草贱。我向他招了招手。 刚做完手术的我有些虚弱，我示意他把耳朵凑近我的嘴。其实我没有白白被挖肾。顾少峰瞳孔放大，不自觉露出一抹惊喜，随着又眉头一皱，不解的问道：“那你在里面？因为我做的不是取肾手术，而是轻功手术。我和你一起杀死了我们的孩子。”说完，我因为太累昏睡了过去。 我睁开眼，看见顾少峰一脸担心的看着我。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他深吸一口气，有些低落的说：“为什么怀孕了不告诉我？我是孩子的爸爸，告不告诉你有区别吗？你忘了我问过你，孩子和妹妹你选谁？你说孩子以后可以再要，妹妹只有一个，怎么这么快就不记得了？” 顾少峰双唇翕动，但是半天还是找不到解释的理由。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是你亲手把我推开的。你走吧。他牵着我的手，眼眶湿润。对不起，你别不要我。我用力的把手抽回来，看着他。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和顾云生的关系了。在我们领证的那一晚，我看到你半夜在他房间说的那些话。 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有多痛吗？我给过你很多机会，但是你每一次都抛下我。我自始至终不是你的第一顺位选择。顾少峰不死心地问我：“你不是说过这辈子只爱我一个？我现在只会爱我自己。老公可以再找，但沈维只有一个。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不想再见到你。每次看见你。” 都会让我想起被你背叛的那些事，每一次都让我觉得恶心作呕。顾少峰行尸走肉地回到顾家，顾云生立马迎了过去：“哥哥，你出什么事了？怎么一脸失魂落魄的样子？”顾少峰冷漠地看着他：“我问你，你真的病到需要换肾了吗？”顾云生一愣，装傻道：“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顾少峰冷哼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他的病历和体检报告。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害我失去了我和沈维的孩子，还差点害他失去一个健康的身体。顾云生第一次见哥哥那么大声对自己说话，一时接受不了，开始不装了。对我就是骗你的，我根本不需要换肾。 我就是看不惯沈维，凭什么他可以当你的妻子？顾少峰听到他想这么伤害沈维，忍无可忍的扇了他一巴掌。哥，你打我，你居然为了那个女人打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装病吗？因为我跟你告白的时候，你拒绝我说我们是兄妹，去 TM 兄妹！你明明也有那方面的心思，不是吗？ 然后我发现，每次我一生病，你就对我格外的照顾，所以我决定装得更严重一点。我好喜欢看你为我着急、为我担忧的样子。可是自从沈巍出现，你的目光就不再只容下我一个人了。他一个戏子，他配不上你。顾少峰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他。够了，我今天就清楚的告诉你。 我爱的人是沈维，我和你的关系只能是兄妹，其他的不能再多了。既然你身体没事，那过几天我准备派你去海外的分公司历练，你这辈子都别回来了。顾少峰说完，看都不看他一眼就上楼了。顾云生知道他已经放弃自己了，终于憋不住，跪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几日后。 顾少峰在医院的手术室门外发疯砸墙的视频被人拍到，一段京圈太子爷医院砸墙逼妻流产挖肾的视频传到了网上。我故意用小号点赞了这个视频，接着果然有人找到了我的小号，而且还有网友把顾云生的微博也顺藤摸瓜找了出来，抽丝剥茧还原了这个故事。 在当代，不管贫穷贵贱，当小三的人都是不被待见的。很快，网友就冲了顾云生的评论区：“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居然喜欢自己的哥哥？京圈小公主之三当三，还装尿毒症晚期，真不把人命当回事！呸！你勾引人家的老公，怎么还好意思让他给你捐肾的？真恶心！” 要我说，他们兄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起锁死得了。不仅他的微博，顾氏集团的官博也沦陷了，评论区都是网友在批判他们兄妹的言语。不过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过是小小的推波助澜一把，让网友吃吃瓜罢了。我冷眼看着这一切，心想这些都是顾少峰和顾云生两人应得的。 我知道他出轨自己的妹妹的时候，就改变主意，决定不给他捐肾，然后再利用他们的丑闻曝光，逼他和我离婚，以此为条件骗他说我同意捐肾。本来想让在医院工作的莹莹帮我做个假手术，刚好我怀孕了，正好利用这个孩子。当他以为我在做取肾手术时，再告诉他我其实做的是轻功手术。 让顾少峰一天之内体验双倍内疚和痛苦。他骗了我，我也骗了他。这天我回家的时候，在小区遇到了顾云生。沈巍，网上那些骂我的人是不是你找的？我哥的视频是不是你故意找人拍的？我嗤笑问他：“这重要吗？你知三当三，和自己的哥哥在一起，难道不是事实？”你。 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他伸手想要打我，然而我先他一步按住他的手，然后用另一只手狠狠的扇了他一巴掌。这里是监控盲区，打他最适合不过了。这巴掌是打你明明身体健康，却想挖我的肾。你知不知道多少病人因为没有找到匹配的器官而失去生命？ 你如今落到人人喊打的下场，是你活该。顾云生听完还不罢休，想冲上来再次对我动手，可是他手还没到就被顾少峰拉住了。回去，别让我找保镖把你绑回去。顾云生踩着高跟鞋走了。顾少峰一脸歉意地看着我：“抱歉，我这两天就准备送他出国，以后不会让他再来打扰你了。” 他看上去憔悴了，沈多。接着，他突然跪下，红着眼眶望着我：“小维，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选择你的机会，让我再爱你一次，好不好？”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心里不仅没有一丝感动，甚至还感到厌烦。我已经向前看了，希望你也可以。我不会捡回自己扔掉的男人。 因为我没有捡垃圾的习惯。说完，我转身离开。后来，我听说顾云生出国后真的生病了，而顾少峰因为和妹妹这段不伦丑闻，让公司股价暴跌，让他更加焦头烂额处理工作，压力太大，经常借酒消愁。没想到他却在深夜酒驾，导致严重的车祸，虽然捡回了性命。 但是他的肾脏从此落下后遗症。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已经释然了，仿佛觉得他们跟我的交集都是上辈子的事情了。当我把人生的路线拉长，就会发现，其实眼前的坎坷其实不算什么。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做好演员的工作，我会重新遇到属于自己的真爱。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祝你幸福安康，万事如意。同时欢迎您留言、订阅、分享，我们下期再见。